惠利斯也是到目前为止呢整个生态 Cobras 唯一敲出安打的球员。打第一个球，中外野方向，中外野手看样子已经放弃了，是一个 home run， 看起来没有什么用路哈。把这个球投高了，被威利斯逮个正着。球场这时候呢，没有任何的风的状况之下呢，纯粹就是硬碰硬了。中外野方向的阳春全垒打是威利斯今年个人第七号的全垒打，也使得双方0-0的僵局呢得以突破。听说他要回国一个礼拜，那这一次全打会让整个 Cobra 教练团会觉得你还是暂时不要回去好了，派专人跟他一起盯着他带他回来。不因为是好像是家里有点事，要保护谢嘉贤的打击。哦哟，这个球真的投太高了，真的完全打到甜蜜点。五位打者是站着被三振，所以可能对最后一个球的判断跟主审有差距。好，这个球呢轰上了中外野的看台，打的是结结实实的。对，我想真的是所谓的红中哈。